大家好，我是天使，感谢你的影片进来。那这一次柳生抽到了百戒，然后我们来看看吧。那本频道以 EDF 的游戏为主，如果喜欢的话就订阅吧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柳生使用了百戒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伤之残法印跟三环法印的样子，还蛮好看的。普攻，普攻，等一下，普攻不是？嗨。それな。まだ抵抗できる。普攻。それな。はい。まだ抵抗できる。三乘三普攻炮有点狗啊。硬 A 版加 A， 四神的普攻速度是有点慢啊。那攻速真的有点快啊。然后四神会奥义下去的时候，是不是有多段伤害？台上也有 AI 了。高一。まだ抵抗できる。それな。四神那么慢的概念，会不会是因为为了要让它平衡一点呢？好啦，那这影片就先到这里了。那我是天师，这里是天师开 BGU， 喜欢的话订阅一下吧，拜拜。